吃光一口吃掉，一口一口。哎，我只是说你跟屁虫哎。我已经开过了，我还能一口，好凉啊！有凉拌了，真的、啊，嗯，吃一个玉米千层，它是一个巴斯克的小铁盒，吃过一口吃掉，一口一口，我靠，你这嘴巴也太熟了，吃过了，我感觉刚刚完全绰绰有余，吃不了，吃不啥？我觉得你这个更好吃，跟屁什么？这生活里很多东西都是我觉得好，然后你试一下，哎，好好、哦，然后你就开始跟我了。生活里有很多是我觉得好，然后你试了一下觉得很好的呀。就比如工作室，你这是照搬抄袭。完全没有哦。但那天进去你还说，哇，我们的工作室风格好不一样。但是你就是有很多抄袭的，你承不承认？要抄袭吗？我直接问你链接的。哎，我只是说你跟屁虫哎，就是抄袭这么严重词啊。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，抄袭是绝对不能允许的。和好吧。不和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我现在头发很油，因为我待会儿要去补一下色，特别离谱，我还没有自己在家洗过。我第一次洗头发就在理发店洗的，就当时洗完出来之后，上面只有头顶这一块是粉色的。然后当时那个理发师自己也很慌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今天有时间帮我给你补。”但是当天我没有时间，然后就说今天约好去补。还今天染一个，漂一个白金色。你想要法国女人，你别真给我染成这个色了，我过几天要去参加我朋友的婚礼的，你别吓我。我当时确实有被这个染剂颜色狠狠吓到，但是因为理发师一直说啊，不是这个颜色，不会是这个色的，而且我第一次染的粉色就是他给我染的，所以我就还挺相信他的，觉得嗯，肯定跟上次一样喽。瞅瞅我当时笑得多开心呀、啊，还在那里快乐的学歪嘴小猫。嗯嗯，我要是最后染出来是这么一个颜色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我真的当时气的我都说不出话来了啊！我现在看着视频我都觉得好生气呀、啊，但是能看出来他也很紧张。你看他这手，他在这巴拉巴拉，他又不吹，他也不剪，他在这干嘛？他在紧张，他在慌呢。唉，然后店长就来了，说给我褪色，再染一次，给染回去。然后就染成了这样，害得我都气笑了。我以为这不是假发，这是真发。现在然后又染了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变成了这样，这样，这个样子，最后都不是粉色了，它紫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刚到了一些快递，想跟大家一起来拆一下下。这是我刚刚已经拆过了的。是拉黛丝的三合美瞳，那桃棕这个色号，我这是不停不停在回购。大家问我平时比较日常的美瞳问的比较多吗？我戴的大部分就是这种偏桃粉色系，哎，对焦，或者是小棕环。今天戴的是这个牌子的，嗯，快进开，是这种很自然的小棕环，你看还比较自然吧，不会特别呆板。死逼，又是 OCAI 的，这个我已经拆过了，就他们家的鞋子我真的是全线的颜色都入了。我当时就是看到后面有这个米粉色，我就想买，它前面是一种石墨灰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特别。还有这个牌子的固色洗发水，买了一个护发素，是这个大家看了前面的 vlog 应该知道了，就是我的这个头发真的是多灾多难，现在其实完全不像粉色，发尾就都褪黄了，就被染坏了。我当天在理发店真的很生气很生气，我第一次在理发店对一个理发师发脾气，然后那天就爆哭。那个理发师当时的态度其实一点都不好，就是没有跟我道歉没有啥的，但是那个负责人以及还有两个帮我染头发的小哥就态度还挺好的，一直都在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啥。直到当天晚上快9点钟的时候了，然后他突然就像开窍了一样坐到我那里来跟我说，哎，这个真的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挺不好意思的，然后那时候心想，哎，算了吧，哎呀，
我拆下真的好暴力啊！去年年底在他们家买了一个小皮鞋，觉得真的还蛮好穿的。但他们家好像在小某书就是推广很猛，我也是看太多博主推荐了。就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，它前面的这种方圆头的运动鞋还是蛮少见的。这个配色和版型乍一看很像 Nike 的那种球鞋鞋型哈，但是又比那些要稍微休闲一点。现在广州的天气已经很热很热乎了，我觉得这样的小皮鞋，鹅黄和红色，哇，这个好显白啊！我觉得这个配色还挺复古的，它衣领里边的这些标志边上还有一些小细节。Hello 朋友们，我待会要下厨，从我嘴巴里听起来好陌生。他对我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两三年前，我第一次在北京做饭的时候，真的差点把这个厨房给炸了。但其实在半年啊，差不多快一年之前了，就是比较严重然后被封的那段时间，我在北京是厨艺啊精炸了很多。前两天小开早上突然跟我说，哎，好久没吃你做的面了，啊，要不今天做个面来吃吃呗。当时就随口答应了，然后又买了一些青椒啊，这种小调料都买好了。结果我一走到这个洗水槽的时候，大家猜怎么着？小虎他在这个槽里边拉屎了。我真的是啊，我就很难形容的那种心情。就是巨大一泡，巨大一泡，还有拉稀的，我说不说了，大家很多人可能想想那吃不下。然后当时做饭的心情就这一个没了，就算我敢做，这洗碗槽洗出来的菜，估计姐姐也不敢吃。然后就打算今天来简单下一个鸡蛋面，这三个今天晚上一起凉拌了吧，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去北京了，不吃了的话回来就都坏了。这边用来凉拌西红柿，这边用来开汤。没有关系，吸毒默念一百遍，他没有看见，我没有下毒，难求就行。阿弥陀佛。这个你尝过吗？没有啊。不好吃吗？哈哈，不过还算捧场吧，都给吃完啦。给姐姐们表演一个吃播。哎，这里吃点。是这边，他为什么这样吃啊？用侧边脸颊。Hello， 朋友们。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开始紧张了，怎么回事？那段时间我接到了一个索尼线下活动的一个邀请函，收到邀请函那一刻我就很开心，但是就开始了纠结，就是我去还是不去，去还是不去呢？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线下活动，我没有经验，我很怕我自己做不好，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别的博主去社交，到时候就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突破自己、让自己成长的机会，就是长长见识。大家就通过这个相机陪我一起去参加，我可能会没有那么紧张。加油加油，给自己打气。哦，坐飞机就。朋友们，希望明天我也能勇敢的走。到的时候都天黑了，我是果冻妈妈给我们订的酒店，是北京昆仑酒店。Hello， 朋友，我现在已经到自己的房间了，带大家一起来逛逛 room tour 一下。进门的左边就是刚刚给大家拍的这个镜子，往前走。这个里边就是浴室，一下子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是裂痕还是花纹，感觉还是裂痕。然后这个洗手间就还挺小的，整个装修风格就比较的商务，就是所见即所有。这个电视机还挺复古的，有点像老板椅呀。这个红色的灯真的就有点点小暧昧。然后还是双人床，
机酒的话，这个酒店就是只有一晚上嘛，但是我在北京要待个3天到4天，所以我就在想续住，然后我刚刚就去看了一下这个酒店的房价，1800，然后2000，然后这种商务双人套房要快3000块钱。我只能说就是北京就真的是寸土寸金啊，这个房间也不算特别大。其实没有来过这种活动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原来我也会有这么社恐、这么内敛的一面。说一个巨尴尬的事情，就是我昨天本来是想带索尼 ZV-1 和佳能 M6 一起来的，然后我不是把索尼 ZV-1 拿出来了吗？它那个太小了，我就放在我那个茶几上面，我忘带了。人家索尼的活动，我只带了佳能过来，我真的是我都对自己无语了。然后我昨天晚上就在跟 KK 说这个事情， KK 说正好呀，你明天多特别呀，你一个人是上翻屏的，大家都能看清楚你用的是佳能呢。画着画着都想睡觉了，突然好饿，然后就在吃昨天晚上没有吃完的这个手撕烤兔。记一下单词，古代的、固体的、不水的、友好的、欢快的。衣服我现在有比较纠结的两套，我换上给大家，大家帮我选一下。但是大家选了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出发了。现在就实现了，就显得整个人会比较温柔文静一些吧。然后我如果穿它的话，我就是会背一个这样的小包。第二套我也给大家试一下啊，大家给我选一选。这一套就是我昨天穿出门的这一套。哎呀，现在好希望镜头真的是你们，就是可以帮我选一下。Hello， 这是我认识的新朋友。我们现在在大巴车上集合了。这是什么？加南。还好我认识了他，昨天我们俩就是加联系方式，不然我只会一个人。我们俩苦伶仃。我们的一个流程。天哪，看到了好多熟悉的 UP 主，大牛，我们可以合影。啊，我这边有。这次参加活动的经历让我发现，我好像比自个儿想象中要勇敢，就哪怕很紧张很不好意思，但是在面对自己很喜欢的博主时候会主动去靠近呀、合影见面，但是也比想象中要扭捏。就是当活动结束的时候，喜欢的博主们提出哎约饭啊，第二天一起去玩，我又无限退缩，就是想找个壳壳给自己包起来。大概是因为太久没有线下交新朋友了，就有点不知所措，很急促。这边天气超级好，我都不知道让不让你交货。可以带这种 GK 包当道具，白色的耳机，还带了一个胶片机，不是用它拍，就是用它当道具上。我们待会要做这个高空飞行，后面我还特意带了一个假发片，就是想拍一个那种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长椅拍照。我这个假发也太假了，因为我这个颜色不一样，它有点分层。小朋友别打酒啊，那都挺深的。太搞笑了。来吧，我的朋友们，为了给我拍下迷你的照片，小郭坐我前边反过来拍我，欢仔坐我后边，还准备了 CCD， 结果我太没出息了。敞开手，张开手臂，手臂。真的不知道谁敢在这么高的这种高空飞椅上能够回头笑得出来，反正我是笑不出来。
但是游乐园来都来了，肯定还是要拍拍照的。我们还去了雍和宫。来雍和宫之前，我就一直听说他们的手串对事业运很灵，就想着务必要请两串啊。如果大家也想来雍和宫请手串的话，最好上午去请。我们下午去的时候，很多款式就已经售罄了，里边款式还挺多的。我当天就真的很像个代购，给我的朋友们疯狂拍，让他们选，给他们买。我请了一条学业，一条事业，都超级好看的，很闪。希望这份好运也能传给大家。那三月的快乐生活就到这结束啦，咱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